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像风吹过八千里，有云和月都曾爱过你，可是潮汐干涸在这还有这话呗。聊的一帮一个孩子到现在还没吃饭的，孩子那个样，孩子管喝水的连饭也没吃上。都是很恐怖的，看了是马路上不管了，你愿意贴你就贴，愿意拖你就拖吧，没人管，没单，现在港区没有船没货了，说明外贸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大家可想而知了都。哎呀，是到处都是这样子，几公里远十几公里远都是这样的，你双向六车道就留了一个车道，你愿意拖就拖，愿意贴就贴，没人管。大型停车场底层的现在这些粗放劳动型政府根本就没有人管理，就是一禁了之，一关了之啊，禁止大货车通行，禁止什么什么，不管的。那现在好了，都停扎堆儿，你愿意拖就拖， 你愿意怎么地就啊。糟了糟了，切的好刷的好，不要去刷好久。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认错解错制作成了就。认错解错制作成了就。不跑哦，就在那里站起好乖乖。不准乱跑哦。等到刚刚拉哦，刚刚已经装完五车走哦，现在还要等大巴车来，大巴车还没来，外头警察全部乱起的，好像车子来吧，又来车子了哈，又来哟。刚刚装完五车走，找大巴车又来哟，看到没？大巴车又来哟，又来三个车，三，这下又来三个车，你看我八八头好多人，一个大眼的。几百户人，男女老少，一哈带走。二位啥？要乱？要乱？这哪里有点太他妈简陋了吧？你看看，这男的这没轮了呢，给他男的个比狗窝呢。你看这被子，狗尿不少的，哎，来坐坐。那厕所啊，冲都冲不下去，哎。挤在一个小床，还有这个东西，咱俺不，俺不想用，俺觉得不干净。我又带了一个被子，一个小被儿。你看这地上，你看净的那种垃圾，哎，他这么粘的，你看看，哎呀，多脏呗。维权，维权，维权。
钱不弄到这一堆来死。抖音视频中，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山小学的学生在凌晨3:30被拉去隔离，可以看到很多小学生排着队陆续走上一辆公交车，公交车上有好几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员。为了抵御半夜的寒冷，许多学生除了衣服外还披着毛毯或被子。寻甸县先锋镇安宁市。朋友们哈，家人们，看到这视频，你们多多给我们转发。然后我们马上政府不管我们拿来给你，然后晚上吃的东西活到现在。
吃方便睡的什么觉？你领着孩子？对，都得等着。领着孩子。把手机放一边，把手机放上。这是一家子的。是一家子的。不是我，我俺俩是一家子的。俺俩签字了。签你名，写俺名，写俺名了啊。你们让给楼牌房子写名别了。晃油门，晃油门着的了。他晃油门着的了。好了，小朋友，跟妈妈走。这样走啊，白天借着面，借着面。快点结束吧，还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家园。疫情快点结束吧，快点结束吧。好奇，好奇不加，不要加了，好奇。妈妈在下头也不加，好。妈，我开门给你讲。你们怕不怕？天天的垃圾车，那个人过来这里隔离，好多地方的，深圳、珠海、恩平、江门这边都会拉到这边来隔离，怕不怕？好恐怖的。Man was reportedly in a quarantine site in Henan. However, due to the long day lockdown, he seemed bored and came up with an idea. The video opens with an older man clinging to the window from the outside and talking to the person next to his room. The older man asked when he would be able to leave this place. 再听五天都要走了。还得五天。嗯。这五天这就过了是。The netizen who filmed the video asked the older man to stop talking and return quickly. It could be heard from the video that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on the 12th floor. The older man clung to the wall before climbing back into his room.
守护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让我们将希望灯中啊，多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伤亡，叫平安永远在。我们来1000个人来到广安，炸是要上班，你给老子发钱啊！你上班回不回家？你们一个二个有退休工资吗？我们年轻人靠啥子生活？我出去拿个东西都不准我出去，老子要上班，哪个给我发钱？哎，买点儿蔬菜都20多块钱，老子工资谈不起吗你？然后现在要等这9辆大巴全部坐满才一起出发，要去新义的拆墩，很远，好像要5个小时。兄弟们到了啊，这地方的环境还可以吧？哎呀，你看这崇拜比我睡过的棺材板都还硬，可以哈。还有我想说一句哈，这些杂种些不听打招呼的，让我们当狗成蜜饯的狗这些哈，我就想讲一句，来我带你们来正安体验这个八星级总统套房7天游哈。社区的工作人员哈，我请你看一下，我现在和我姑娘2个人在这个房间头，这个凳子还是我抢起进来的，主要是他屋头本来的这个凳子。我想请问哈，我和我姑娘咋个睡？哈，我想请问哈，我们咋个睡？连个桌子都不得，我想请问他上课咋个上？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没犯罪。你们也是有娃娃的人。太过分了，你们这种惩罚！请给我个解释，这么解释，那这么解释？为什么通知我现在可以走，现在不给我走？我们没有给你走，到警察下面通知发函给你发函给你。那发纸函的还不是？然后你通知好。哎呦，无法帮衬。说不逃逃不掉了，真的假的？你们刚进来。
Thank you.